练习一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等走完。你练习，我要听你的讲法，跟他们无关，跟他们无关。那你来练习一次，都对镜头哦，不要再看那个哦。好，我才比一下就好了。好，好，来。十八只粮，四个可爱的家。住这里可以让你变成十八姑娘，然后所以来金门一定来，一定要住十八只粮哦。对哦，啊，要半吨。十八只粮哦，其实也可以，你半吨拉其实也可以。对，它是蹲在那里，不要站起来。我一定要这样子一直录，我很紧张。是啊，来，再一次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Action！ 十八只粮是个可爱的家，住在这里可以让你变成十八姑娘哦。所以来金门一定要住十八只粮。拉裙子啊，你得拉裙子啊，那不同版本啊，知道了吗？有，我先这样子，之后然后这样子，哎，结束。对啊，要这样子，哎，十八姑娘，哦，十八姑娘，拉裙子，哦，好，来比一次我看，十八只粮，臂后，然后十八只粮，来做十八只粮，哦，粮，好，等，哎，蹲在那边一阵，好，来，准备好了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Action！ 十八只粮是个可爱的地方，住。家重来，重来。哈哈哈哈哈！先练一次。十八只粮是个可爱的家，住在这里可以让你变成十八姑娘，所以来进门一定要住十八只粮。丢啊，阿丽哟，阿金，哦，来，哦，拜拜哦。对。四、三、二。十八只粮是个可爱的家，住在金门一定。住在这里。哎，有没有直接写一个版本啊？没有，不需要。不想啊，要写的。不需要了。所以。不需要，这么短要四个字而已。四个字我已经讲了好几次了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来，乐活加油！五、你以为1500这么好赚？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十八只粮是个可爱的家，住在这里可以让你变成十八姑娘，所以来金门一定要住十八。所以来金门一定要来住十八只粮哦。哦，摸过嘎机啊，过去开机呗。哎，好像都国小没毕业的感觉。突然间那个全部不是啦，你哎，以后写一个板子这样子，人家会照着念的话，那比较那个啊，不用会。可是还是一样，就是站在这里会紧张，会让你会没办法。这是叫演员的，演员为什么厉害？对，好了，穿这么漂亮，来展现一下啊，来五、四。3 2 1 Action！ 十八只粮是个可爱的家，住在这里会让你变成十八姑娘，所以来金门一定要住在十八只粮哦。哎，对，就这样。哎，好。好了。没有，那个人跑过去。不是，那个人跑过去。所以要重。哎，你得改造鬼，所以要改啊。但是大致上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啊。好。哦，最后一次。